佩奇和乔治今天请客，这盘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软软的哦，原来是牙齿软糖，这做的也太真了吧！这要吃它，还真的需要一点点勇气。看，牙齿、牙龈、嘴巴还是张开的。看一看，这个就更像了。那既然是佩奇和乔治请客，我们先来给他们吃一个好了。佩奇先来。下一个呢，我们来给乔治吃一个。佩奇和乔治都吃了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佩奇请你吃这种糖，你会吃吗？反正我是肯定会犹豫的。看，这也太像牙齿了。好了，我们为勇敢的佩奇和乔治点个赞吧。有比小猪佩奇和乔治还勇敢的小朋友吗？